警察来了，来了！你刚刚动手打我，我要打你吗？你在碰我，你打我！外面，明下去打减站，下去打减站。啊，姓陈，现在过来了。你叫警察来了，来了！你刚刚动手打我，我要打你吗？你在碰我，你打我！然而我们每次的出勤就是要穿上全套防护隔离衣，虽然穿起来很热也不太舒服，但是为了保护自己也避免传染给同事家人，再辛苦都要忍耐。随着疫情再起，心中的不安与恐惧也跟着涌上心头，上班不会因为疫情而取消，还是得起床面对这数不清的确诊者再送。然而我们每次的出勤就是要穿上全套防护隔离衣，虽然穿起来很热也不太舒服，但是为了保护自己也避免传染给同事家人，再辛苦都要忍耐。可以啊，帮你证一下身份。 OK， 好，来这边请上车，带你到检疫所哈。对，带你到检疫所。嗯，来，小心。啊，好累哦，出勤了两趟案件，现在终于可以好好吃饭了。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趟勤务什么时候会来，所以每当到了用餐时间，我们总是会赶紧利用时间把饭吃了，也会各自寻找一个人吃饭的空间，减少群聚感染的风险，毕竟我们是感染的高危险族群。像这种再送确诊者的案件啊，每一天送到检疫所一个人来说会再送个两到三趟，那每一趟的勤务时间大概都会耗费我们两个小时。那除了这些勤务之外，我们还有其他的业务啊勤务要继续执行。随着确诊数量日益剧增，再度打乱了我们正常的生活，请大家务必要好好做好防疫，保护好自己，听从疫情指挥中心的指示。紧张害怕是难免的，请跟着我们一起努力防疫，大家一起挺过这次的疫情。Thank you.